水的那个。嗨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快没水了。快没水了，走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 知不知道有那个染疫确诊的来逛南门？刚刚我不知道是谁啊。哎对啊，刚刚才看到新闻的。你有看到就对了。对，有的。当然会怕啊，怎么不会怕？吓死了。对啊，对，尤其你在做吃的哈。而且我们还想说，而且我们亲朋好友刚刚都打电话说，恐怕我们要在家先休息一下，不能出门，先尽量不要往外走。 对啊，我们自己都要自己，就是大家互相对，不要让我们万一不小心真的是不行这样。那现在知道他们有来过这边，你们会后续会有什么因应的措施？没有，可能该休息我们就会休息，只能这样子啊。对啊，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你自己有问题又传染给别人干嘛？而且还是说。 他是说中午的时间到南门市场来，换句话说就是刚好中午人最多的。南门市场人最多的时间通常是什么时间？中午，早上到中午都很多人。你假日最多了啊！你这个有一天是遇到假日啊？对对对，那最恐怖了，好不好？没有是有，我们有那个里面做生意的看到，然后就大家一直传，几乎每个都知道了，那太恐怖了。所以有可能之后南门市场也会大家没有可能就是都没人了吧？那来干嘛？ 对，其实你自己本身已经知道说那个，比如说假设这样啊，沈桃已经这样子了，可是护士真的里面所有的病患或护士或医生尽量不要出去，会比较好。所以你也希望这样就对了。对，像我们都觉得说，像我们都有在运动的啊，我们都不敢去了啊，先请假或什么，刚刚都已经打了，吓死了。对啊，自己因为我很怕传染给别人，万一这样怎么办？哈，所以其实。 也就是说，如果知道自己有可能，干脆就不要出门。对，就是真的不要了。你这样子会害到很多人，家人、什么亲朋好友，全部哎。啊，你那个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再跑来人多的地方。而且南门市场很大，非常大。南门市场算是桃园区最大的嘛，哈。所以很恐怖，尽量都不要再出，因为已经发现有那个的话，已经知道就避免。对，就是不要再害到别人。 应该是有这种观念。那礼拜三跟礼拜六都有来。桃的那个护病的那个部分啊，我处理，因为那个我